我说最近都没有好看的那种爱情片了。哥哥，又不是我想录播的，没人啊，慢热哥，慢热哥也不给我刷点，慢热哥，慢热哥，你给我过个私信呗，慢热哥哥，好吗？慢热哥哥，给我私信呗。过不了，过不了。可以帮慢热哥哥，就15块钱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搞不定啊，可以的，哥哥，慢热哥哥，你帮帮我也好，你帮我往前面走一走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帮我往前面走一走嘛。我知道。
小帅哥、小美女，快来玩吧！怎么就跟传销一样了？你是不是没去过菜市场？菜市场门口的那个摇摇车就是这么喊的：小帅哥、小美女，快来玩吧！没有童年。小时候，你的爷爷奶奶是不是都不带你去玩摇摇车？小时候那个摇摇车就是这么喊的：小帅哥、小美女，快来玩吧！不会，就连摇摇车都不喊你帅哥吧？你好可怜啊！那我建议你去广东，广州那边大家都会喊你靓仔。欢迎黑影呀、啊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哥哥们，送个飞机吗？哥叔叔居然真的在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！哦天哪！背景音乐是香草园的八音盒。走就走，你以为我会挽留你吗？哼。饿了就一起来吃白嫩。有的，亲爱的老公，老公，
有的有的有的。谢道爷。说话算数，谢谢哥哥的飞机。哥哥是个好人啊，说话算数，不像有些人总是骗阿兔，骗的阿兔好苦啊。哥哥真好，哥哥可以把 QQ 私信给阿兔，阿兔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好吗？礼物不白送的，阿兔直播间一张办卡都可以上车的。爱你们哟。谢我道爷啊。我亲爱的老公，真好，真的呀，哥哥，送个办卡试试，只要一张就可以了呀。对啊。一张班卡是音频，飞机有三个视频，四个，我们飞机有四个视频，三个音频和一套写真集。但是一张班卡的话就是一个音频，一个单个的。吃累了家人们，因为很多人喜欢我的口腔音嘛，但直播间不能口腔音，所以一张半卡就可以听我的。睡不着不用我刷姐，我过分。为什么抽不到你是啊？哥哥是 iPhone 还是安卓？去京东、淘宝都是可以充值的，很方便的。一起来。吃毛豆啊，剧情的那种啊，飞机，办卡也是有剧情的，但是你喜欢剧情还是建议你送个飞机啊，飞机是最划算的。飞机保证不亏啊，办卡只能舔一舔，飞机可以深入了解一下。苹果的话不是充不了，苹果充的话有点贵，建议你走淘宝或者京东充值会比较划算，直接充的话会比较贵一点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可能是最近啊，看了很多不应该看的东西吧。
对不起啊，我有罪。可是啊，你总是不来，我又想你，我能怎么办？好的呀，把邮箱发给我吧。只有帅哥吗？看看帅哥就这样了，那我的眼睛早就废了。送办卡的哥哥私信阿兔邮箱哦。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现在就要给你们发，快点私信我。阿土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好的呢，兔兔。你饿了，我都吃饱了，我都吃累了。私信好了吗？一个半开，有一个音频。给你们送个新增的单卡。声音是回放吗？没有啊，是真的吧。很可怜的兔兔过个死刑吧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我有才能量哥哥，牛哥哥，牛哥哥可以送个飞机或者办卡给阿兔吗？哥哥给我送个飞机吗，麦哥哥？我现在也是吃不了呢，而且我发现怎么吃点东西我就困了。
亲亲我的包。不仅不刷牙，我还天天腻。我不仅不刷牙，我还天天腻。吃饱了就困。亲亲我的包，亲亲我的包，亲亲我的包。我以前这么凶吗？亲亲我的包，
一会儿粘上了，粘上哪里了？送个飞机我就催眠你啊。我以前是什么样的？以前的话，提起我的包，我让你给我过个心，你也不让，然后还要让我发语音哄你。
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。风百哥来到直播间，风百哥哥晚上好，最近睡得好吗？谢风百哥等一个飞机哦，我三星完成了，哇！阿黑凑一下人头，礼物都不白送的，阿兔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吗？乖，资料资料，不怕我，其实是那盘丝洞里的妖精吗？老是勾引我资料资料，
要是有天把你的劳损给资料出来了，不怪我。谢我用户哥的一张办卡，用户哥是不会私信我吗？用户哥第二张办卡了，用户哥真好。是的，办完卡之后给我私信。对啊，你要给我私信我才能给你发的，你不给我私信的话我没办法给你发的。私信我你的邮箱地址哦，欢迎我的阿黑来到我的直播间。谢我风白哥偷了我的那条，居然还想跑，我倒要看看你金二哥能不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把我的98K 给我放在那里，不准动。好呀，看到了，马上。谢谢啊，辛苦了。已经给哥哥秒发了，阿图真快。好像没有人跟我这样快了吧？哥哥们办卡也不白送的呀，卡个兔兔的牌子吧，好吗？不砍我的牌子，你好坏呀！98K 也给你发了，真好。哥哥们办卡走一走啊，带上阿兔的性感小牌牌啊！你好，我也好。
你的头只能长在你的脖子上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我觉得它挂在我家门口也很合适啊？啊，奥尼扎。一个飞机啊，一张办卡也可以上车的。好的哟，睡觉吧。哥哥送个飞机吧。好吗？乖乖听话，臭弟弟，不听话，明天就把你拖出去杀掉。让你好好知道我的厉害。老公，给我一个飞机吧，好吗？想要。老公再给我四个，就可以加老婆的微信了，好不好，老公？老公对老婆最好了。有四个视频，三个音频，还有一套写真集的，超顶，超划算。各种风格，包哥哥喜欢。还有
更多的东西想要给老公呢，老公不想要吗？礼物不白送的，嫖就嫖，以为白嫖我心态就会崩吗？并不会，不仅心态不崩，甚至还想拉个屎。好久都没来了，你以为会着急吗？并不会，甚至还想拉屎。待会儿我就去拉屎，根本就不带着急的。天天来白嫖我，根本就不带着急的。我待会儿就去拉屎。觉得像我这样的戏精主播会因为你们白嫖我就着急吧？根本不会，甚至还想拉屎。我上次屈儿在你的屎里，待会儿一起拉屎啊。有本事就一起拉屎啊。是粉红色啊。什么？你们不会还没有跟仙女谈过恋爱吧？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天哪，当然是粉红色啊。有被恶心到，谢谢，我很高兴。你们白嫖我，我也很恶心，现在我终于恶心到你们了，扳回一城，谢谢，我很开心，有被爽到啊！谢我拥护哥，我拥护哥又给我送了一张班卡。拥护哥如果满意的话，可以给我送飞机了。我们飞机可以升级到视频版本的，更爽。谢我们的恩成哥哥送给我的一张班卡。送了班卡之后，可以私信我你的邮箱地址。欢迎你走路好骚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昨天你删了我之后，我也把你删了，不要占我的好友位。
亲亲你，给你一个吻。欢迎我的房管骚哥，骚哥你来了，肤浅。我的好友位也是很尊贵的，好吗？指不定下一个就是我老公。送恩成哥送给我的一张办卡。建议哥哥们还是送飞机啊，飞机真的很难顶，分手事真多，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？算了，我还是起来吧。你别起来啊！我不，我就要起来。你让我不起来，我就要起来。兄弟们看到了没有？就是这个男人，他打我，分手还打人，好恐怖，把我眼睛都打掉了啊！我还在上班呢，一点体面都不给我留。以下情节灵感来源于我弟弟，就我弟弟就是跟他女朋友分手，他们两个打架互殴，那个女的把我碾摔我弟弟三个耳光，把我弟弟的眼睛都打掉了。好苦，我弟弟好苦啊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直播，就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把四星过了，然后明天我能够赚点钱，找个人把那个女的打一顿。敢打我的弟弟，看我不找个人打死的贱货。希望哥哥们可以给我踊跃的送点飞机什么的，谢谢。悠悠球，不要走啊！怎么就走了呢？有什么不喜欢我的地方，我可以改的呀。悠虎哥哥，我都说了让你送飞机，咋就不听了？女朋友太多了，我已经看不过来了。他们哪有我有趣啊？真是的。烦死了，对吧？就女朋友太多了，他看不过来了，这边的女朋友就看得过来吗？光是这个直播间你有多少个女朋友你自己知道吗？对吧？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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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这么多，可不可以不走？好多无数个。亲爱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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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
你都不知道你今天现在登场的是哪一个，自己欠下的情债。谢我光头哥。光头哥你不要从窗帘后面跑出来啊，现在直播，现在播的是斗鱼平台啊，不是别的平台啊，不准冲出来啊。你现在冲出来我很难解释的，对吧？就哦，榜一，榜一你听我解释，就他表弟，对，修水管的修理工。说上一个这样的主播已经很久没有直播了，就主要是那个他比较难解释的，就是那个人不是光头，对吧？那个人不是光头。感谢先锋土鸡哦。能不能咬嘴唇啊？咬坏了怎么办？而且咬嘴唇都没意思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咬别的吧，你觉得呢？什么？这也太欧了吧。什么鬼？对啊，牛啊，赶紧凑个人头，牛啊，我得赶紧凑个人头。可以，过了，我也凑了。今天晚上真的有点窝。是的，一星这就过了，是的。
开心。嗯，开心。亲亲我的包，拉满了。哎呀，过得一心了，开心。亲亲我的包。我感觉我又可以赚一张那个什么卡了，双倍卡，对吗？哼，应该不会有人打得过我了吧？给个大血瓶，大血瓶它打出来的分也只能进一千分，因为最多就只能进一千分。亲亲我的包，记得打卡哟，记得钻粉打卡哟，哥哥们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奥图，最近可欧了，嗯，欧得很，嗯，有精神了，怎么就精神了？